三番五次有主子撑腰，我让你嘚瑟，什么狗屁幻彩笔？我，你又背对李真对司言，走，我们去找崔尚公。你还真是心大啊，帮情敌说话，人家领你的情吗？啊，不要。 没事吧，思言？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误会你。哎呀，别哭了，你妆哭花了，还不是得我给你补？原谅我了。嗯，你俩在别人面前演演姐妹情深的戏码就算了。 少在我面前恶心！你再背后搞小动作，就不恶心啊？如果没有七少主，你凭什么能参加妆容大赛进庄书局？如果没有九少主，你又凭什么能让大家信服？不过是靠主上位的贱蹄子，还在这儿跟我扯什么光明正大，指不定背后使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说不定这幻彩笔就是你拿什么东西换来的吧？ 啊！你敢打我？不好意思啊，打的就是你，整天盯着别人，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啊？你以为你会落花总管的事儿，没人知道啊？我，你什么你？上次的事儿我还没忘，这次又来惹我，小白兔坐久了。 手法还有点生疏呢。啊！我跟你拼了！你这个冤！啊！死人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别喊了，这井根本就没多深，你放心，2个小时后自然会有人来救你，在此之前就好好面壁思过吧。